唱生涯里，他并没有大红大紫。沉寂了两年之后，重新再出发的王墨君，在众人的呵护与期许下，战战兢兢地再度走到荧光幕前。也许他并不是一个拥有众多才华的歌唱艺人，但他工作态度的认真与不懈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。接下来的零鼓舞是他通宵学习的成果表现，让我们一同欣赏。